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名师教做家常菜，窍门一点就明白。夏天吃什么呢？不煎不炸，这不错啊。铁钢师傅呢，今天给咱们推荐一个海味菜泡饭。你想啊，有的朋友说这个米饭啊和菜怎么让它充分的融合啊？有的人呢想起这个炒饭，炒饭呢在夏天的时候挺遭罪的，是吧？挺热的啊，烟蒸火燎的。所以呢，铁钢师傅想了一个什么呢？这饭和菜让它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啊，叫做菜泡饭。我们有请铁钢。李铁钢，高级烹饪技师，天天饮食厨艺指导，今日推荐海味菜泡饭。因为这个夏天呢，一个是要省事儿，而且呢，营养要足。没错。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主食啊，先说是米饭，然后呢，海米泡的海米，然后香菇、豆腐干、紫菜、油菜、有一点肉碎、然后玉米还有豆角啊，这边咱家里都有。对，这是很简单的，就是盐味糖，还有这个香油，还有点胡椒粉。对，但是呢，您看啊，我先让您闻一闻，您闻闻我这泡这个海米有什么不同？不同啊，这海米呢，它没有这个通常咱们说的那种咸腥的那个味道，而且这里边还有一点这个，是搁了青蒜的还是香葱的啊？葱，有这个味道，挺新鲜的啊。其实呢，我告诉您小窍门，这个海米啊，往往呢，它干制的时候呢，有时候这个海边啊比较潮湿，对，您拿起来，又怎么有点怪味儿、异味儿、不是新鲜的这种海米的味道，对，您呢把它洗一遍，然后呢，加入料酒，加入一些清水，葱姜来泡它，这样味道会更好，而且呢，这个汤一会儿还有妙用，不浪费，行，来边看边聊啊，好，然后咱们先说这个肉碎啊，把这个肉碎啊，要提前啊稍微加一点点盐，底味啊，入一下，一定要加一些料酒，可以，去除肉腥，然后来一点香油，胡椒粉，让它入味，这样呢，咱们说了，第一让它去除肉腥，第二呢，一会儿炒这个肉的时候呢，它不会结块儿，因为已经有油了啊，有油有料酒，这样呢就可以给它分开，对，然后呢，加入一些姜末，小葱，点火，倒一点点油，一点点，润火啊，油呢一定要适当，因为如果您要是过多的话，对，这饭吃起来会很腻。而且这肉呢，它也会出一部分油。对，肉呢，给它放进去。好，油温不要太热。好。等这个肉呢，您看微变白。把海米放进去。一块煸，这样呢让它出海味的鲜。好。和肉味儿，充分的对，让它融为一体。而你看这，这么看吧，这葱还不糊。把豆腐干这个顺序啊，对。把豆腐干，香菇放进去。这豆腐干和香菇一放啊，它的肉味儿就充分的吸附在这个豆腐干和香菇。没错。而且呢。这个豆腐干呢，一定要炒透。不错。这炒透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是，本来呢，这个豆腐干啊是1厘米，咱们要给它炒到1.5厘米啊，让它膨胀。膨胀。这样呢，它才会吸附味道。对。把玉米、豆角，放入，快速翻炒。好，把菜。也放入好熟的菜啊，嘿，我觉得不用烩饭了，就这么着吃就是一个挺好的菜，我觉得。其实呢，要想这个，可以呢把这个炒完了以后啊，直接盖在饭上，做成盖浇饭也可以，对。上面呢把米饭放进去，再炒一炒。哦，对，
哎，这个工序有点像炒饭的意思。哎，但是最后我们有水。啊、对，一泡。哎，这个过程很重要，是吧？好，这个水来源于什么呢？哦，咱们泡海米的水，不浪费啊，适当的再加一点点水。哦，颜色，嗯，是吧？对，你看，其实它的营养也完全融合在一起了。这个豆制品和这个、嗯、包括这个剩饭这个粒儿啊，哎，充分的膨胀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把好多都吸进去。对，哎，然后呢、嗯，这时候加一点点盐，哎，一点味儿啊，少来一点点糖，胡椒粉，哎。然后呢，稍微再点一点点料酒。哦，啊，这水分慢慢挥发。嗯，哎，看这个。对，而且这个汤色，你看啊，菜泡饭的感觉有了、哎。嗯，很浓。哎，很浓。哎，哎，老人、小孩都可以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哎，而且营养呢非常丰富。非常丰富，对。有孩子和老人的啊。哎。切点海带丝搁在里边，嗯，对了，哎，我们这有了。今天呢，哎，咱们加入了更易消化的紫菜，紫菜，哎，这样呢，海味呢更会浓郁。一点点香油，好了，味了，来关火。夏天真是，我欢迎您多上我们家串门。啊，这特别简单，这不是一般的菜泡饭，哎，真是有点海味。嗯，而且这个海味啊，就是这个海米的味道，嗯，它非常的适中，给我们说说，特别是这个这些料的搭配，哎，有动物脂肪，对，肉，不管是鸡肉、牛肉，对，还是鱼肉，给一点，哎哎，植物质豆制品，哎，豆制品，哎，植物蛋白，更重要的是蔬菜，蔬菜一定要有这个纤维的东西，哦，哎。不管是空心菜啊、菠菜啊、豆角啊，豆角啊，还有一些像玉米啊这种、这种粗粮的东西，这个泡海米的这个窍门，哎，您啊试一试，是让用它啊烧这个腐竹啊，对了，烧这个冬瓜呀、啊，哎，或者是哎烧这个黄瓜呀、啊，这就是、都可以。好，下周一咱们还是请铁钢师傅呢、给咱们来一个不煎不炸。下令省事儿的爽口的有营养的这么一道菜，下周一老时间老朋友不见不散，再见再见。在炎热的夏季，肉丝炒粉皮儿是各家餐馆点击率极高的一道菜肴，可您知道家庭如何自制粉皮儿吗？明天凉拌王刘浩翔师傅会揭晓其中的技巧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